你吃，其实好吃一点啊。奶奶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就这样。爸爸下次还带你来。你看你们都搞错，这个番茄酱是放来这里的。奶奶，这个薯条好好吃啊。啊，我这么吃过，我是第一次吃。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色阳光。爸，我吃了好饱了，快点下了。确定了吗？饱了没有？饱了，那这些我们打包回去给弟弟吃呀。嗯。啊。吃汉堡。还有那么多，你们都没吃完。